天哪、啊，应该都激情过后了。对，圣诞夜加圣诞节交换礼物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真的对，我昨天倒是换到还不错的礼物了、啊，远从澳洲奥地利的那个会走音的音乐，会走音的音乐，它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会走音。没错。哎，我不知道，觉得应该开心吗？我得到他觉得很惊讶。